这一位是忧郁的少年，然后同事们正在热心的关心他。对，我们是个非常有爱的公司。对，到底是感情事，还是课业的事，还是经济的事，我们不得而知啊。对，但我可以知道的确定的是，就是我们的同仁都非常的关心他。我们那边还有民事的记者。对，还有民事的记者。对，像这位陈佑弟弟啊，他可以开心起来，振作起来。好了，我们可能还是一时半刻无法拯救他的心灵，我们就是祝福他吧。好，祝福他，祝福他，振作起来呀，陈佑。